好，我们现在来抽台服的轩辕剑三，这个妮可跟李靖。好，然后这个账号是我同事的账号，我们先来抽他的啊、哦。他没有跟我说他最想要哪一只啊，那我先帮他决定李靖好了。还没有加爬树哦。20抽，没有。那是20抽了嘛？20抽没中，然后30抽。哎、欸，小猫，哎、欸，小猫是我们社群里面的大猫吗？好，30抽没有，我们第40抽了，要爬树了。哎、欸，饮食清淡一点啊，多运动一点。快走也是可以算运动的哈，身体要照顾好啊，抽起来啊，想几抽？40抽，我们要第50抽了，该中喽！没有没有，我就帮他啊，帮他抽啊，有了啦，50抽中，虽然加了爬树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第7个、哦，哎、欸，那好像不是哦。所以小猫身体健康，哦，拍谁拍谁？因为我们社群有一个叫大只猫儿，所以那个不是你哦，那就好。不是那就好，是我说，我以为那个是你。中了吗？没有歪。妮可，妮可，妮可，从现在起要和你在一起。好，第50抽，妮可。好，继续。好，我们刚刚抽中妮可了，好，我们抽，看我们抽到李靖哈，第60抽。第60抽没有。第70抽。这波抽完都要退了，真的假的？真假？紧张？紧张？第80抽，80抽没有。90抽没有。100抽没有。110抽，有了。198，第8只，这个账号不是我的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正巧，我原本也是要来这人间一趟的。哇哇！我这么帮他，都有了，110抽都有。好，刚才我帮我同事那个账号110抽抽到另外一只李靖了哈，
接下来换我的账号。我当然是希望可以直接抽到李靖啊。第二十抽，不过应该都我都会想要各抽一只啊，至少各抽一只。二十抽没有。30抽，欸，我的账号抽到30抽，30抽之后呢，加了1%，第40抽，嘿嘿，有了有了，第40抽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。第六个，2、3、4、5、6，谁？为了自己的外层这样，几招40抽中，请剑魂天尊啊！哦哟 ，fuck！ 第50抽。不好看，不好看。好烦哦。哎。第60抽。对啊，还不洗掉。第70抽。第80抽，反正这个一定会中了啦。第90抽，第100抽，哎、欸，靠北，第100抽还没有，11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第八个会不会李靖呢？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，哎，妮可，我叫做妮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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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从现在起要和你在一起。哇、哦，好，然后再宣传，现在是第几周？120抽。现在是120抽，依然是没有130。140。150。哎，160，我的扫地机器人正在扫地啊，有点吵啊。哎，160，哎，170，加发错没？加了。有了。180吧，那是180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。8、9、10，又是 8! 8又会又是妮可啊。不要 8! 现在是第几抽 ?180 抽了。前面都没中。因为80抽中绝齁。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!哎，又歪。
欸，刚刚是 170,170 中古人的，然后又是歪的，我靠腰嘞！在耍我啊！哎、欸，不是啊！哎呦呦呦呦呦呦呦！有190啊！190有错，有错！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该是离地了！哇！正巧，我原本也是要来这人间一趟的。动，好了。哎、欸，不对，一人不爽，190抽哎、欸。嗨，法奇。嗨 ，KO 安安啊！我是比较想要李靖呐，看一下啊。我、哦、那长幽阴灵我都没有把它是好，我们看一下啊。啊，我的剑魂天尊，帮他升级一下。你少在那边打错，你明明是讲大威天龙在那边，都是带把的啊。然后我刚才抽哪一只？古伦德，古伦德我是不是还没满星啊？好，满星了，啊，真是谢谢哈、哦。这感觉像是一股莫名的。补好你的枪枪。对啊，还超过。啊，先这样，然后哎，谢谢谢谢，哎、欸，然后这个，F 也有练哦，有啊，我还是会接每日的好吗？开玩笑，虽然我李靖路谱也没什么用，先补气。护堂神将。技能月薪我零超多了好不好，真低多多到我就其实也没什么用啊，等一下招式是要弄哪一个？看一下，招式御法斗杀，御法斗杀跟什么？主攻破。皮革新伤。非命遗产，生神死，生神死，这个李靖呢？嗯？已经那么后面吗？皮革新伤，
我们看一下李靖的时装吗？无论是机关还是术马，这天上地下，凡是我了然于胸的，皆会倾囊相授。哎，谢谢 K， 还好还好。啊，妮可的，哦，会动会动。撒旦大人，希望人家劝说赛特加入魔界，可是他根本就没说。赛特如果拒绝怎么办嘛？好，大概就这样啦。抽卡是这样，就是我的账号190抽才抽起，然后我同事的110抽抽起。好，大概就这样子。